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肠子。其实八字要精的人可以吃一些鸡肠啊、猪肠啊，这一些其实都很精哈。所以啊，肠子的五行呢，它就是水金。当呢你的金要是受伤的时候，各位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哦，会时常拉肚子哦，因为消化不好，大小肠哦，这消化会不好。所以你八字呢要精的人啊，你就可以吃一些呢猪肠、鸡肠，类似肠子的这个东西。当然你也要保养你的什么，你的一个大小肠哇，那个肠胃药有没有可以这样多少吃一点去保护啊你的一个肠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你八字要精，但是就动不动就在拉肚子，那你就知道那个就是精很弱的一种情况所以要精的可以从胃肠药去下手，还有呢吃一些猪肠、鸡肠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拜拜。